是，然后到长大还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听不太懂中文，对，然后老师在讲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，那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听到别的歌谣，我们就会乱发明这样，然后就创造了这些歌。对，好听吗？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在六月份会发出那个专辑了哈，在那个各大五金行会均有贩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今天的表演很不一样。当然，除了我唱歌之外，其实我隔壁这位怡佑是。他是艺术家，然后他也是木雕家。那他除了木雕之外，其实他也会写歌。是，掌声加尖叫。我还会学狼叫。对，那其实他有写一首创作，叫做《你的眼睛像月亮》。哎，是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那时候小时候不小心谈恋爱嘛，然后就爱上了一个不小心要爱的人。哦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其实这首歌是为他写的，然后其实现在他的脸我也想不到了，已经忘记了，忘记了，那个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嘛。然后呢？对。然后其实那个歌词很简单，就是月亮眼睛我爱你而已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他说十分钟就编一首歌，大概我两分钟而已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然后就那你就带来这一首吧。是，其他给我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摸一下其他。其实我是被逼的啦，因为那个主唱有点感冒，大家闭上眼睛，呀，那个灯光可以暗一点，因为我不喜欢太亮的时候唱歌。哎呀，不能调。怎么在发抖？
也敢在铁花村唱？没有，我谢谢。没有，只是有喉咙有没有比较好？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在花莲台东年轻人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盖房子也会做，木雕艺术、唱歌、创作也会做，这样子，所以是不是很厉害？掌声加尖叫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还有更厉害的啦，耶！然后，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位小老弟，那。他是我们部落的一位年轻人，然后其实我跟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很少接触，那这个小老弟呢，我就拉他来这里，想要让他感觉一下舞台上的事情。那其实他今天也要带来一首歌，来跟他讲话一下。我还有吉他。大家好，然后我是今天阿怒的小跟班。我的兴趣就是唱古老老的歌，像部落很多老人家在唱的歌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跟部落老人家一起就是听他们唱歌，然后找他们唱歌，找他们聊天这样。对，所以你被我当老人家呢，阿怒。真的吗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好，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带来的一首叫做阿美族很好听的一个民谣，叫《日出东方》。好的，因为我们来自东海岸，看到太阳从海边升起的时候，就知道要去抓鱼了。好。哦。对。再叫一次，动算。
都还能有那路木啊有啥都卡古一那阿玛萨里卡卡马普好的，谢谢。